晚上吃什么？什么时候吃？还有多久？吃什么？吃什么？我们饿了。今天我们的晚餐是用园丁精灵送的蘑菇做的蘑菇蛋糕，你们一定会喜欢的。是蘑菇蛋糕。妈妈说，如果感到头晕，一定要好好休息。不过你们还可以待在房间里，看我们玩。好无聊。